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方舟生存进化。是我眼花吗？我看到了雷龙和神奇宝贝出现在同一世界。我来确认一下，还真的有神奇宝贝和雷龙。跑过去瞧一瞧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不是在陆地上吗？怎么掉到了海里？来不及想了，掉到了海里，要赶快游上岸。要是有鲨鱼过来咬我，我的淤血就要在这里交代了。似乎有怪物在追我，现在不能回头看啊。还好系统给我一件小裤衩，才可以尽情的游泳。终于游上岸了，回头看一看什么怪物追我。我的天哪，真的是一只鲨鱼，福大命大的我。回到陆地，我要见识一下世界。我看到了嘟嘟鸟和很多不认识的宝可梦。有一只卡明龟和淡水炭龟离得很近，走去瞧瞧。边走边瞧，我成了一只老鼠的猎物了，还被偷袭。忘记那只宝可梦的名字了，先叫它老鼠吧。在这世界生存可真不容易，我又成了谁的目标了？快跑！这么多的宝可梦，我还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及属性。走为上策，看到了一只索普。索普没有追过来，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。我要去找一个地方发展一下，好像听到了鸟叫声了。赶紧躲开，现在的我惹不起任何的生物。好了呀，跑到海边凉快凉快一下，潜到水里看一下，没有攻击性生物，我暂时是安全的。现在我准备去找开头出现的雷龙，雷龙不招惹他。在雷龙旁边应该相对安全，有宝可梦锁定我。有一群老鼠在追我，逃跑过程中看到了杰尼龟，真想有一只。跑到水里面，这群老鼠还追过来，我又没有伤害他们。什么？我后面有生物，赶快跑回陆地，看看是不是鲨鱼。不是吧，老鼠还紧追不放。前面空中滑行的是雷丘吗？想过去瞧瞧。别跑，我就是想看看名字。哎呀，又被动物盯上了。这次被老鼠给咬到了，还附加了不良状态。潜水滩是我暂时的安全地。走上岸，环顾四周，看到了卡咪龟和雷龙的尾巴，想跑过去，但还是很生怕刚才那群老鼠。老鼠还真警觉，又被发现了。此路不通，只好走水路游过去，雷龙就在前方。摆脱了老鼠的追击，可以清静一下了。雷龙越来越近了，看到了杰尼龟，去欣赏一下。杰尼龟一下就跑了，我又没有想伤害它。现在可以看得到雷龙的样子了，要想办法在这世界生存下去。